老表登纽约时报，女神论尽臭屁。紧急报告，紧急报告，老表旋风上个礼拜日杀上 The New York Times， 再次讨论中港矛盾的问题。有份演同编嘅佢咁铺威到尽啦，带挟埋一班新丁啲 job 咪接唔停，但睇嚟唔系咩角色都啱佢咯。但胡椒反咩？边个敢揾你臭啊？寻日喺钻石山扮潮妈。咁 pro， 第时实唔怕冇奶饮啦。因为我系好重小朋友嘅妈咪嚟噶，我想我自己。咁我有两个小朋友啊，两个小朋友，小朋友。你知唔知我屋企仲有两个小朋友，即系我细佬啊。哦，帮手凑细佬妹就话，不过你迟下都会结婚生仔噶啦。喂，一八一九结婚啊嘛，咁结咗婚咪即生咯。都系个 plan 嚟嘅，不过首先要 plan 揾个男朋友先。都是专心工作先啦，好像我哋嘅细细粒咁，将我今年嘅期差唔多同我执到满晒，都是剧咯。我已经全职咗，嗯，系我同我老细讲拜拜，但我都做到今个月月尾先同佢讲拜拜。果然系女神，有情有义，我中意啊！大家好，喺度祝大家新年进步，学业进步，乜嘢都进步。